观察。他应该是不吃。对，不吃没关系，有丢就好。看认真看。我们三个看他吃，他不好意思吃。还有三只，他选择要吃哪一只？真的被你说中了，他被选择的障碍是。主要是看他有没有看到。快吃啊，快吃啊！要跑掉了，快吃！吃了，不吃了还没吃。